号凌晨两点多，温州平阳县一个路口，一辆正在巡逻的派出所警用车停下来等信号灯，没想到后面的一辆小轿车撞了上来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酒喝这么多了，你开什么车？滴滴不会叫啊？通知一下交警吧。怎么回事？车停在这里等红灯，突然直接一个加速就撞过来，然后我们下车，人是有喝酒了。对，等一下，要五秒钟。对不起，您喝酒了。酒喝的还蛮多啊。不多。还不多，醉酒了，兄弟，达到醉酒驾驶了，还不多。驾驶员秦某的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每百毫升183毫克，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，秦某已被刑事拘留。同时，秦某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，属于无证驾驶。